因为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你知道其实我们祷告已经开始了。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阿拉拉嘎玛雅库布比耶嘎玛扎，耶耶，世界你用不自息的爱将我们拥抱。主你配得，主你真实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是全力祷告的神，主你是当过风雨面无论我们求神就必垂听。阿拉拉嘎玛雅库布比耶嘎玛扎，阿拉拉嘎玛雅库布比耶嘎玛扎，阿拉拉嘎玛雅库布比耶嘎玛雅库布扎。像诗歌所说的，有谁向你扶持我，应允我的呼求？我们奉他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实得到，就必得到。我们现在为今天弟兄姐妹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些代表需要来祷告。在我们中有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的工作不是很稳定，他们的收入甚至受了一些限制，我们也特别纪念他们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属世的主。干嘛？圣灵，干嘛？有过过敏啊？求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。就来向我们到你面前来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们呼求，主，我们呼求，叫他们得医治，叫他们得释放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主你这奇妙的工作，主伸出你的膀臂来，哦，哈利路亚，主说，来，你转移，转移到你儿女们身上，给他们特别的恩典，主当我们丢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主你要医治他们，医治他们，医治他们，耶耶。主，你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，主，你在当中行奇妙的事，医治疾病，赶出鬼，叫你们释放。啦啦啦，干嘛要公平？干嘛下？啦啦啦，干嘛要公平？干嘛下？我要请弟兄姐妹特别为我们的弟兄李天柱弟兄祷告。明年的五月是韩国纯福音教会创立教会60年的纪念会。他们邀他去那边为主做见证，弟兄你要纪念我们弟兄的需要，还有他的妻子微微的需要，好不好？下面我们要为受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属世的主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我们为教会马上要洗礼的祷告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你要坚固那已经决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不受任何拦阻，不受任何阻碍，他们愿意坚定依赖你，耶稣。今天我在预备晚上祷告会，我问主说我应该跟弟兄们一起祷告什么时候，我是觉得今天晚上好不好，你为你自己前面的道路来祷告，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问主说，主啊，你把什么样的目标放在我的里面，让我知道我这一生是为什么活着，你到底让我在地上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成就什么，我起来呼求神，神会开启你的心，让你知道，让听见他的声音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主你开启我们的心，主光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光在我们的里面，阿爸要我们的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曾经有过梦想，因为我会鼓励各位，你最好把你的梦想和神的梦想要连接在一起，所以你我在地上活着，我们奔跑这个天路有一个使命，如果你期待你没有白在地上白白过一生，因为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这样讲，他说如果你的梦想没有吓到你的话，那你的梦想就太小了，是，如果我们的梦想不够大，没有吓到自己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神看到太小了。我们先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，主我们在你里，主我们在。
降光在我里面。求主常常把这样的梦想放在我们心里面，好不好？当我们一直仰望神，当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应许，看见神放在我们心中那个属从天而来的意象，你就像鹰一样，你会展翅上腾。主啊，我也在为神祷告，为天上祷告，呼召他们起来跟随你。圣灵之光在他们里面。我们唱下一首诗歌，用这首诗歌，我们更多来追求我们的神。全地的救主，我们呼喊你生命不住的赞美，充满诸天，要地尽要为的回应。我真爱呼喊你生命有全地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我们赞美赞美耶稣，唯有你我高举。耶稣呀拉玛西呀拉玛，我生的泪呀泪呀泪，我相信今天神让教会沟子口贤堂的地底下就是先基岩的岩盘，我相信这不是一件突然的事，在创立教会以前神早就知道，所以神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在自然界里面，他要启示出灵界的意义。那么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神那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，神要做新事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全心的祷告，呼求我们的神。哦，心里啊，心里啊，把妈妈在地上所捆绑的，让奉耶稣的名捆绑，让捆绑一切的疾病，哦，一切的压制，哦，让捆绑一切的境界不景气，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的背逆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宣告自由，宣告得胜。心里啊，把开口祷告的继续的祷告，哦，我们更多迫切来到圣约，这么相信神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祷告神迹必然发生。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神的道要兴旺在教会，所以我们要为这事来祷告，为着每一个礼拜天我们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的信息，每一个祷告会我们的信息，还有每一个小组组长们的信息，每一个团契神话语的释放，要奉耶稣的名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我们祷告神充满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事祷告，神的话充满，神的话充满在他的教会，让神的儿女渴慕神的话语。哈利路亚，要奉耶稣的名，一切那昏睡的灵要离开，哈利路亚，那不冷不热的心要退去，奉耶稣的名，人起来，起来渴慕神的话语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恩膏，就恩膏的仆人，哦，主，我们到每个妻女，每个童工，奉耶稣为我们宣告的话语，那话语的规模更多的充满在人的里面，奉耶稣的名，就把那牧羊的恩赐充满在人的里面。今天晚上我求你释放那恩膏，释放那牧
望在每一位的身上。哦，耶稣，你让那道更多的希望在你的教会里面，哦，让那教会能生能养。哦，耶稣，你让你的教会能生能养。哦，是一个能力的爸爸，是。今晚上我们要奉耶稣的名，在每一个小组，在每一个学生团契里面，在我们的儿童事工当中，我们求神要兴起门徒来。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兴起学生来，让他们释放他们进入校园。求神教我们的孩子分别为圣，让他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为主成为明光照耀。是我们要奉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每一个孩子。要奉耶稣的名，我们特别要为着这学生族群来祷告。耶稣的宝血洒在他们的身上，用耶稣的宝血遮盖他们的眼门、耳门、心门，让他们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祷告，神要特别守护我们的孩子。不能够将最软弱的羊抓住，抓住我的手中夺走。奉耶稣的名，主啊，主的宝血守护着儿童的孩子，儿主的孩子，守护国中生，守护我们高中生、大专生。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这世代的青年人来祷告。主啊，宣告他们是属于你的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是你的干妈，干妈，主啊，是坚固他们的心。哦，主的话语充满在他们里面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？主啊，就是要遵循你的话语。哦，主把绿色的心赐给他们。哦，是你的干妈，干妈，神为神来持守圣洁。哦，是你的干妈，干妈，神。像神也对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来说话，我看见神把那个狮子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是犹大的狮，可是你照镜子的时候所照出来的脸像却是一只猫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在对你说什么？你的自我形象很差，神把那个得胜的生命赐给你，神把那个刚强属灵的生命赐给你，可是你都错误的看待自己，你都错误的评判自己，你都认定你自己不是犹大的狮，你就是那样的软弱，你就是那样的无能，你就是一个失败者。可今天晚上神对你说，你是犹大的狮子，你不是一只猫，你是犹大的狮子。犹大讲到赞美，什么时候你可以回到这样的命定里面？当你开始赞美神，不断的赞美神，当你高举你的双手，那个恐惧，那个负面的形象，他就开始离开你。你是犹大的狮子，你是天父的孩子，有得胜的生命在你的里面，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。今天晚上为自己祷告，让我们一起举起圣洁的双手来到神的面前，为自己祷告。你是犹大的狮子，哈利路亚，让神来医治，来扭转那个错误的自我形象。哈利路亚，是你的那个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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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什么时候你高举你双手来赞美的时候，哦，什么时候就进入那得胜。哈利路亚，是你啊，拉拉巴巴巴，拉拉巴，是你啊，拉拉巴巴，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当你赞美，黑暗就离开。哦，是你啊，拉巴拉巴巴拉巴拉。哦，那赞美的声音好像重水一样。哦，那赞美的声音好像重水一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在圣经里面有十二支派，可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犹大支派。我认为我们教会就是犹大支派，我们是赞美神的。God's Call西安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赞美神的。当我们赞美，当我们祷告，神迹就发生。神要得着一个赞美的器皿，用赞美进入那个征战得胜里面。赞美是征战的兵器，赞美使一切的危机带来转机。哈利路亚，你是一个赞美的器皿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早晨到夜晚，
我们要更多的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晚上我们用这首诗歌再一次的献给我们的神。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把你的爱无止境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丽，从早晨掌声，荣耀敬拜都归给耶稣，用我最大最大的掌声来归给耶稣，我们更多的尊荣我们的神，我们最大的掌声来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哦，是你的那么来的喜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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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